小罗同志。今天要是他们也在那其实他们的工作是做的。那个新的团队，这个团队是两个团队，问一下。这是我们一起的，我们一起的。这是小的东西。它是啥子？背这里吧，这里吧。对，有灯光背景这个。好，来吧。Thank you.
没关系，最后不会跳。等一下，跳出来好看一点。等一下，我们不会跳，现在。我们看那个服装怎么样，好看一点。我们唱会跳的时候，大家一起跳。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我一路唱，我出，我从天地里闯，一路唱，我出，我从天地里闯，一路唱，我出，我从天地里闯，一路唱。
Thank you.
个人去了一下。这个头发第一次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第一次，没去扎，没扎头发，第一次哈。反正我拍的是第一次。哎，好，扎好了。哈哈，小心了。扎好了，你扎的真快哦。也快吗？你扎的好快。好。一点点，前面那个真不错，小灯是老师，长得挺漂亮的。现在这个也。Thank you.
对啊，对付肯定就是交流活动，这是小龙同学小龙带回来的，因为小龙他全国各地到处跑啊，交了好多，这个具体名字没问哦，老师我问一下，他听说是云南的，后面两个女的不会跳，跳得比较拥挤，在边跳边说转啊，这些现在不知道跑哪个地方去了。真的要翻，这歌有点听着有点破音的感觉。哎，我们不来了，刚刚来，现在是8:27，8:27开始来。
刚刚来。
发吧。外圈。Thank you.
点不太会。每天那个鸽子他们就追到他的学那个圈工好了都追到他的，昨天晚上他还跳跳得很高。还撑住了耶，干什么？你要干嘛？我要喝，你弄什么？你转出来干嘛呀？我想开瓶子。
昨天前天在这跳舞、啊、那天就挖了一根儿，他一年应该每个人可以挖了3到4万块钱左右吧，他一家子的话3个人4个人就10多万吧，其实一般3、4万块钱左右，这边你勤不勤快？前面其实也不是靠这个运输主力是吧？你们好哦，又来了去哦。那是我待会谁干？牛羊的好吃。
小龙。整个了一点点，昨天晚上跳那个，他穿不穿高跟鞋啊？都要穿。那什么情况？12点了，我认识。不是我。
我靠，电池没电了吗？不电了。来点。飞无人机又搞忘了，今天这个场合应该挺非常热闹啊，今天星期五嘛，很热受影响，要站远一点好一点，不能去近了，人太近了，人太近了，人太近了，人全部照的是腿，脸都看不到，所以暂时放弃吧。他现在正在疏散那个，把人往后面赶，往后面退一点点，不然的话，这个圈太小了。不要打我。现在圈大点点了啊，等一下我可以飞一下无人机，现在人比较多，飞个几分钟也可以啊。哦，这个地方这边还是这边好一点点，这边宽一点点，那边正面的话太近了，还是没疏散。这还往外面走，再往外面走，对，往外面走近一点。
飞飞机的，他的他拍婚礼用无人机用了很多，然后很熟悉。那我这边玩不开呀，车拍摔了，还有我技术有点差，一年的话飞两三个小时，也不是两三个小时吧，几个小时。租个无人机出去玩，飞一两个小时，飞几百块租金。外头我还不好学校。来机了，叫一声。哦，所以不买，我买的话有可能要买个那个。我想买那个雾山，七万多，配完应该十万块钱。哎呦，配去才爽啊！这里有镜头，镜头好像是两万多吧。以后再说吧，这个机器配完七万多，加镜头加那些组，那个它的配件的时候，应该是十多万、十二三万左右。他那个玩了应该也玩不了多久，反正我新鲜感一过了就基本就不想玩了。
上我买那个买普洱黑的那个，那个3万多，那个那个你可以考虑3万2吧，3万1000，那个但主要费钱太少了，暂时不想那些了，先把技术练好才行。练想租那个带屏幕的，你们早就租完了。租人机都租好，至少应该。把无人机的画面单个剪出来，但是它可以另外单独的那个。我也是，你已经把他们。
们那边过十个，十个。还有一次，最后一个应该是好的。他们是现在用其他的吧？老师的妈呀，我想不能接水，就是在救这个比较重要的事情，视线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哎，不要走，我们下次他们说你们过来真走走让我们还要想插板吗？还要上一次吗？这不叫笑话是吧？好漂亮！搞了一个那头脑里面都挤满了，里面都挤满了，他们应该好点这么棒大家出去，你家先接大家看小孩的时候，等一下他们，要还那个，因为拥挤先给他们，然后是小珍他们送个拥挤，交换嘛。等一下，我放音乐，我到那边再说。哎，放音乐。再跳一个，再跳一个。不跳了，可以放了。
我就是地下哈达送给你，大雅吉索。是干啥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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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把车发了，搞到花了几十块钱没看到，怎么办？那明天晚上来吧。回家了。明天晚上来吧，一样的。那天都走完了。你是哪里的？我青海的。哦，我从青海专门来了。哦，别激动啊！你不要激动，看到帅哥就不行了，慢一点。你下次来，我下次来。明天就回家。还用完？谢谢。欢迎你们哪里啊？你有车子吗？不是，哪里？然后你们两个汽车车主，汽车小孩子，车车主，哥，微信推过门吗？好的好的，待会我就可以你们两个加一下，因为你们年轻人都可以一起加一下啊，以后就可以交流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刚刚不知道怎么说中断了，现在又出现情况了，看一下是不是微屏问题。
妈的！外圈叫我要叫一下。哎，走，可以了，赶紧帮你配完了。好嘞，帮你背完了，一天都用完了，我把它下降了，放在那儿呢。哎呀，我爸来睡觉了。没，不用，放在百度上面。别稀奇物了吧？还有手机是哪个的？几
手机。他要不要过去？那个老大大哥在哪里呀？没有，我传那个到现在还在处理 ，SSD 的格式还没有 HD， 到现在都八九个小时，这时间太长了，2个小时25分钟，太长了，也不是太长了，一般的话。妈妈花九块九。没有，他这个通，你这个只有通过那个折扣的平台，还是他的。软件那个数据处理，对对，那个什么低速单，对，像我这个直播现在都是三个小时，这个两个半，这排习惯了，然后自己每天也要看。高老师，高老师，高老师，我没组织硬件。哎，那个老师来，你把端水进去。要先喊他。收了。这边不会。你们看，这个手机啊。来了。我就关了。哎，我操！你辛苦，我有些。我也不存在过，也没搞，我也不在乎那些。他是我，然后就更多的人进来看，是吧？嗯，咱们也付出了点收入，是吧？对，更多的人能看得到，你愿意吗？你更多的人愿意就分享这个。中国才一百多块钱，那也不在乎，都要的便宜。对，没有，根本没有收益的，只是说自己记录一下，比如说我在外网那些好看的，对，分享出来。他们都在照相。对，外网。三脚架，在这儿，这把那个包上面去。还有个哈达。现在哈达。我顶我顶，这种东西的哟，看到了不？啊？他们现在人他们是那个小东头带过来的。没问，好像是云南的吧？云南。就是没问。看到没有？没有见过。那个抱抱，慢慢来抱，抱抱，抱抱，抱抱。这里拍一下。还有两个。干什么？
你拍个照什么吧。可以啊，那个呢？那个拉萨那个，你问那个摄影师吧。帮忙，你手机拿过来，拍个照。关灯，关灯，好了，发现。对啊，我那个就不用。我手机去哪了？那这个手机是谁的？这个手机是谁的？刚刚，这个老板，我的。那就我们自己走吧。这个根本不知道咋回事儿，把人家重新启动了，突然就卡死了，不是卡死。请问你们是云南的吗？请问啊，云南，他们俩是云南。人在云南，但是我们刚出的巴塘的，巴塘，现在故乡，在当时我们在云南，在昆明，在昆明工作嘛，但是我们是甘孜州巴塘县的，这里面是，这里面有几个都是巴塘，我就知道嘛，不知道，有几个都是去州巴塘，巴塘，当时是，有一个，有三个吧，好像。有个女的上次跟那个曲珍跳过，那个马关曲珍跳过。对，还有我知道又一个，当时还有翁博，差点那个那个。拍了没有啊？你们？之前我不知道，有可能网络有问题，有可能哎，我就中断了，重新连了。巴塘，他们在巴塘的甘孜州。他们距离云南很近啊，很紧张，近我。后面聊，紧张啊，他们快点了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昨天晚上在直播吗？每天都在看。你等我一下。这个后面你也包括来了几次，可以来一下圈圈。那我们走了，那我们就走了啊，拜拜。那我们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两位。老师，你好，老师。各商处老师。各商处也跑起来了吗？各商处来了，今天不叫啊，我昨天不过来，我也没注意各商处在。他跟咱们韩国的，跟咱们韩国的，没事吧？肯定是吧，是吧？他每天都在这。我的无人机，对对对，放这儿。马老师。他们放在里面。对呀，两个大，拿过来，无人机，无人机的，对对对，大拿过来，我是那个谁收过，不谁收就随时捡起走了。走吧，我们那边去，就是捡什么，垃圾捡一下，就地方，对对，没事，你给我们，快点，这边到里面去吧，到里面去玩，里面凉快一些。还有没有啊？我等下放车子里面算了，我车停那儿的，我放车子上算了。这边少，他们带走的。他一人一。我知道了，美国有人民。地上的瓶子有人说，有阿姨在说。好了，谁啊？阿姨答应我们，把垃圾帮忙捡一下，就不说了。不说谁，他先生先老板。放心了，谢谢大家。有点黑，先老板。肯定屋里有水，估计是屋里。谢谢，好厉害，真的吗？对，肯定噻，他主要肯定在那儿一直在，不可能因为。我好，我去。啊，我就停那儿了，好吧。
第二个车，啊，云我和云峰的车一起的，云峰带了一个外卖的皮，外地的。哎，都好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。对，就是啥？对，就是。哦，来拍照吗？来，我给你记上。给我吧。真能。好的，我给你记上。我驾照表，这两个是多少的，是吧？外地的朋友。快点来，来给我拍上，来，来，就给你了，谢谢。他那边在挑什么？哎，这是跳的吗？小罗吗？是小罗他们吗？是拉醋，拉醋好帅，好养小的吧？在那边去跳吗？这边。这好黑呀！太黑了。跳了肯定要跳啊，肯定要去噻。他说今天可能没那个音响啊，我听过那个。他说你这个你算没来，他音响站。好，有间。开时间没来。好，开时间休息一下，明天来。对啊。他明天晚了，晚到我家旁边去拍，你那个托斯吧，他采访你。去拍里面不要。那他在那边去，他说你没跑那里干嘛？带着你大哥在去拍。哎，毕竟那个采访里面请那个装修风格那些。因为适合年轻人，确实你的车子都挤满了的，真的。你得看嘛，明天你看，你这明星演学今天是很多人。啊，对啊，星期五开始人就很多了。就平时去厕所也有拍的，只是人少点点。厕所里面都在拍，厕所那个里面不是，它是那个它有公共区域是洗手的嘛，然后进去有卫生间，男女卫生间嘛，那卫生间里面都在拍，有点疯狂。对，很吵的，声音很那个。反正就是赚嘛，那年我觉得他那个又不靠是赚钱的，没得宽的空间，那个宽的空间全部浪费了，全部装修的，就是很多的品牌比较多。啊。对啊，就是因为又迎接那个人。他们你拍吧，还没打开了吗？开了。还哪个？还雍正跳一个。我不知道跳不跳。我们朋友他跟我说，他说他有一个朋友也是，他是拍抖音拍古装的，就拍古风的，就是古装。他有个稍微有一个镜头嘛，有点模糊，然后那个镜头就播放了上千万吧。一下增加一百多万粉丝，到后面150多万，就是因为那个镜头，他就是无意之中把那个镜头搞花了，就是，就是模糊了那种，他做不出来第二种效果，第二次做不出来，肯定做不出来。对啊，然后他就涨了，涨了100多万，就是因祸得福。对啊，后面就是这样的，无意之中就火了。他现在他自己拍古装，全部。拍的是一个孩子的那个写真那种。那你朋友？不是，他们在武汉，他拍的那个古风那种，全部是那个汉服啊那种。他现在自己在学调色嘛，达芬奇，学达芬奇达到去了之后，还是学剪映那个主要是全部是调色那种，因为他主要拍的是女孩子嘛，要美颜啊那些，全部学那种。我说我不需要，我们拍的都是根本不需要拍的。我们太老实了，就对。我们知道。他说他一天出去的话，对，他现在也自己在家里面自学嘛，以前出去的拍一天就2000块钱左右，收入2000左右，但是你不可能每天都是2000块钱。离婚吗？就是要哥哥 ，Hello， 这缺钱两块，这好吧？东西太多，这车子都不存在，你车放到车子里面。对对，昨天你没开车，昨天去我老婆给他洗澡，他说我没给他洗澡。
我就准备给他去找找个地方把毛毛给他修一下。对呀、啊。现在修这边，那样回我回温家那边修，他那儿在那个店铺在装修，然后我说那边在装修就修不成噻，我就跑到其他地方去修，他说的交个毛毛要130多。啥子？交个毛130多，他说你是不是在那个门口那个那儿修的嘛？我说啊，他说好多钱嘛？我说那边。他问我好多钱，我说有10块钱呢、啊，有钱不收钱。嗯，他说不能咯，我说肯定对我肯定是不收钱嘛，反正别个要收钱嘛。他说反正他那儿最低是120多，最低是120块钱，叫修个毛毛，给他去手工的嘛，他全手工教的。以前几十块钱，以前60-70嘛。小狗狗30，哦，现在涨了嘛？100块钱修3次，哦，100块钱我们那边，但我们跟他很熟了，100块钱他要修三次，你晓得吗？哎，他。今天是啥子用的？有影响，很小。肯定影响一般都有。啊，我的，我也是啊，充电器。他们确实每天很累，他们每像个中高阶呢，他们每天都要早上起来就练练，晚上十点多十点，没时间出来的。啊，你说那个嘛？传媒学院嘛，像小的，你像那个。开学他们肯定也是噻，每天都要练。但是中餐就是在校的，那个开学是。在外面。晓得他也是餐饮的嘛。不是，他是餐饮的。餐饮而且舞蹈古典舞嘛。嗯。但他在三外又上过，又上过，晓得不？晓得。还有几个小学啊？哦，也可能，他们在，他带他们去看他们训练的场地。对，他说的那儿有镜子，他们去那儿训练。他那明天中午带来，喊他去那个大理北那边商场里面那个镜子院子。所以我们跑去拍照呢。在那一个实验室，实验室里面都在拍照，在那一个玻璃透明的屋子嘛，很有特色的。在那坐里面就是坐月子，就在里面一起洗，就是比较有意思。呀，哎 ，Hello。喂，你好，你才过来啊？才刚来。那老师。那个老师在那边看了没有？那个我晓得，今天去吃饭，我开始来过的，来了，喝上了，你走了哈？他是明天走吗？明天晚上吗？明天吗？我也不晓得。他跟我说的这两天，不晓得是不是你。他那边好多。天龙那边，今天回来的，今天没回，今天才回来的嘛。今天是昨天去。哎，今天白山出来了。我晓得，我看了。他是不是要走？估计应该就是有。听到有个人说的，他明天要回拉萨。明天，反正不是明天就后天吧？对，我听到那个人在说。反正今天我看到很多人，今天来辛苦了，夜里节目了。你这个你后面是汗吗？啊，全是水的不？打出来，全是。好白啊！这个就是有一个人家出去。哈哈，哎呀，很妙的这种效果。他应该有。我点的很好。我喜欢。我以前养过，我以前我还喜欢猫。昨天有个猫儿在境外，他们有个小的猫。境外是吧？境外是吧？漂亮。那有肯定只有1-2个月那种。撸的猫儿好巴适嘛？带着猫猫，带着猫猫拍，拿手机在耍，还拍照。这个还是个巴适的。我那儿有个，那种好吗？太小了，那种是那种宠，完全是。我们就挂个照片。去哪儿？以前不去。谁嘛？谁？弟弟。
他娃娃带了一个，两个，他一个给带出来，带中的。先把他，他不是上来的。说说嘛，他的妈。不是孩子的家的。还有一个几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二娘来了来了，两个，一个大一岁，那个第二个，就这个中间的，前面那个，他今天经常拍视频嘛，两个是男的嘛，女的，苏老板，好久没看到了，我说没说好久啊，是。我三天没见了你。我就说雍正吗？雍正吗？两个男的吗？不是那个。哦，雍正呐，雍正是之前的。两个是男的吧？娃娃两个。两个男娃娃，两个弟弟。运气好了，倒是。还有龙凤胎的，我们以前公司有个老外，瑞典的，他们要的龙凤胎，同一天生的，同一个小时，同一时间生的。宝宝的口。他是龙凤胎，不是双胞胎，他是龙一男一女。他上了，他国籍上的还是瑞典的，没上中国籍。他老婆是重庆的，老婆是中国人嘛。然后他老公就是瑞典的，每天总要十点就是吃麦当劳，不吃中餐，中餐吃很少。厉害了，什么情况？来了几个，一下子来了几个，两个，所有的作品，这样全部两个，还有几个两个作品啊。嗯。因为你作品自己知道吗？不错，好久。对啊，他全部给你点完了。你看啊，我教你一点。嗯。两个作品。不是，是因为我在那个有点操作，然后一下子把我那个推广带下来了。还有一个刚来的，所有把作品点了一遍。刚发了两个视频，他是专门的。那啥？男的女的？男的。他是跑哪去了？他来了。手机没电了，要插手机充电器了，20%电了，现在几点钟？10:08，那还在插充电器，小心。充电宝我是10米的，200瓦的，最大功率的。刚刚发射的抢的，399，现在应该299吧，399。那个怀化要几岁？刚刚10岁。10岁了。对。这个是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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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越销越贵，这个我们同一有这个必然销一倍，要卖7000-8000块钱。太小了，我觉得害怕小气。哎，他买了两个，第二个是7000，第一个那个11000左右，买了之后没好久就养死了，对，后面他又养了个便宜的，不知道咋回事，反正又买个小点的。小的就要气。就是。3000多那种。就是可能就我们在这儿摆了，然后再同一个。他养第二回，他后面肯定还是。对啊，有品种，就他就很喜欢那种。哎呀，好了吧，可以走了吗？来了。他不会。我在重新直播了，就70个人，不管他，把他自己拍下来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是一个那个嘛。这个不知道是哪个，没听见。就是那个大头发的那个粉红色的那个，就是他。传呼嘛。
哎呦，这个就是他，他应该有另外一个就是九号，对，因为我只看过他的那个运镜，都是他的运镜。这个没打码。对，他有好几个号吧，应该。这些都是他的作品，他是接了广告。临时广告，那个主页上面去登，就这样翻过去的话，直接到了一个他的作品线，一广告就直接跳到那个广告里面。那个中间他就接到了广告，就那个地方有广告，因为他之前接单了。这样就这个收益比较高，接广告，因为他的粉丝。我也想准备，还想弄一个其他的，因为很多人说就是用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他才给你弄得很好，对吧？我们玩那个不在意的事，这个是，我们就玩的不一样。老板，有爸爸没有？爸爸没有。这是早餐。我刚刚已经那个无人机往上飞出去，然后就作为一个仙人机这样下来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它应该有那个。飞上去，用飞机飞下来，但是把那个水源圈嘛，对，然后就这样仙人下来。对。有很多运镜的话，那需要自己慢慢摸索的那种。对，就是一偷偷跑的话就要坠机那种。坠机最麻烦的。所以买随心换嘛，这要买。我买大疆的都基本买了。刚刚那个，你的那个比较分离。对，哎，我在考虑。你知道这个声音在哪里开吗？怎么是没有声音？你聊天没声音吗？嗯，他说我的聊天没有声音。应该没有那个屏蔽的那个声音，我也不清楚。他说没有声音，怎么会呢？哦，那你刚刚是不是这样拿的？然后就是这一点。没有。旁边没开静音。他是怎么不理我们呀？没声音，真的没有。看你旁边呢。看了呀。这个有专业用，五金的这个用的量多了。他手机配那个好专业嘛，你看，他是一个大手。不叫他做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相机弄啊。我咋还没弄这个？我这个弄了的话。哎，声音，这个哪里买的？这是那个。抖音上买的，推荐一下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哦，过来。啊。他有一次我也按到他到那里。你看你给我飞。没有呀。没有声音，怎么这么近呢？别人设计问题吧，你这破人呢？对呀，啥子？咋做？管你干什么？老师，他欠啥了？他那个有水的，不知道啥子。不知道，管他，管。我给你打了几号那些。打了几号的？脸好白哦。我刚刚好想摸，又怕咬。不会咬，他不会咬。人家好能挣的，好能的，想都别想。现在有没有？叫啊！过来帮我拿一下东西。现在有没有？来了，真是太好了。
哇，锅子全是汗，看看。锅子全是汗。对，全是汗。从天花板到天花板，就那么冷。嗯。还有那种厚点儿衬衣。玻璃那种啊。都打这个衣服，身体也好。冬天都穿上。嗯。晚了他就走了，他泡了冬天都是一身汗。他有天生爱出汗，我像我们那个我娃娃，那个我妹妹的娃娃就是，他早一出汗，他就是全身冒汗。他可能每次一出运动都冒汗。我鞋子里面没有水。我就来点早，我娃娃回来之后，我把饭热了，他早上把菜炒好了，把热了，然后我把吃了就走了，他今天晚上可以耍游戏。哦。还给你吗？还给你吗？我好多那个，我都是我给我开的通道。嗯。还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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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给他就相当于断生意噻，那你本来也断生意啊，你咋断？他老婆就是，他老婆呀。这个烦了，烦死了，又来了，他又回来，他不得耍，他想找哥哥耍，刚才那个桂林好歪哦，这个哥哥也要一块烦你了，他脾气好，他脾气很好，从小的那个，你在这边看。其实也可以跳啊，真的，啊、可以锻炼身体噻，人家抵抗力强。对呀，其实跳不想跳的，就很累。一个个动就全是。培养自己喜欢的品质。你看，像我们养惯的小狗嘛。哎。嗯。我觉得他们发的作品全都是这些，全都太腻了。那个，我就像你，比如像那种运动吧那些。就那个。穿的便宜，各个装备的，你知道吗？就那种，我就觉得他的看的穿的全都是这些。嗯，对啊，我就觉得太腻了。哎。骗的都是我，其实不骗的就是小娃了，就是些小朋友那些，全是不同的那种。因为你皮外的就那几个人，大家都认识，都大娃都带的，其中他八十多分是的，他是不是他吧？是他们两个两口子，他们两老两口，叫啥名字我记不到了。他只有一个动作，我就把他反复关了。哦，等我查一下，有个群里面是，我没加，反正就他们他那个。有人说这个什么什么。那个济公的粉丝还多八十多万，他刚刚在那边，但是你没穿衣服。他叫什么？什么？他济公动作还可以。他们无意之中就扮济公。但是我这张还是没补上，我
能花它了。不累死。开始就不喜欢这个。就那个激光。哦，激光啊。是吧，删掉嘛。万不离开那个地了，真的。慢慢下了。还什么？过年。还没拆完。过年把它慢慢下掉了。哦哦哦。不然不行哎。这个叫马良和田真，哦对对对，那八十四万，不是他，他们家人拍的。对，这个跟他今年进贡不一样。就是个跳舞的。不是，这个我认识，这是我们那边的一个藏族，刚刚那个是也是一个藏族，我拍的也是一个藏族，就这个，今年不是一个羊一个人，他两个老虎，这么多。这年老货，这个老货，这个是那个那边的，对对，他有个女孩，然后给他导演，就是拍各种各样的流量的，对，前一段在那个哪个城市啊，他就在演，就是他的，不是这个，这个是一直在这个城一个人，哦，人都不一样啊，人不一样，那我以前有见到过他，他在拍。经常去那里，刚刚也在那边那个拉布啊，他们就到他们去合照啊那样。今天没看见。他是不是有点神经那种吗？不是，但是我看到他正常啊。他正常，只是在声音出来，啊对，正常的聊，就那种，然后就他在走啊，就这样。昨天你说八十多个是，今天我又刷到了他的抖音号，我赶紧去看了一下，只有七千多。对，七千多，我这个一看，我觉得我应该不是他。我就想你肯定认识他。你说的那个是不是？那个谁？我知道，他比较穷，不是这两个是两个人。这个动作还是挺好的啊。他只是动了一下，然后我就把他翻发了嘛。我跟着节奏走就这样，咔咔咔咔。他以前讲过，你好像前几个月是说，我看到他走的那天，我看到他了，前天吧，就是他跳的时候没看到，他走的时候，我看他就往那边走，哎，我说这是个济公吗？前两天，他还说多少人？八十万。他是另外一个人。另外一个。另外一个人。是吧？大半期末就比较。过好久，走。我们那个，就别一个那个，我把我那个每天拍的长视频，肯定应该在3、4月份拍的吧。那都是一点别的，一点别的。30号。30号。没用啊，现在。我那今天没时间，就是工作嘛，把自己就是。这个是吗？这个还没弄好，还没有整个牙刷。哎呀，从来没见过。这镜头 OK 的。这是刚刚是吧？哎，现在那个他们下灯带。我刚刚找到了。我就觉得一个乱花都花了一千几百个作品了。我给你看，我发的就是这些，就是比如有特别看到，我特别想试一个，就是这种，反正我不画相同的，我就画的比较有意思的，自己也看，并且说这个画面看不到。看到了，对，我这几天看到你画了一些素材比较对，那跳舞的还有这个有12分钟，有个跳舞的，印度的跳舞的，
这个好像是这个，这个弄了十二分钟，一直是那个人，他们就是播放量就是几千上亿次的那种，上亿次在国外的。我看十二分钟，哈哈，啊，好长。他说每一个弄了之后，才是全部加一起的，都只有几分，反正是几十秒钟吧。看第一分钟，太强了。管他的，反正有戏没得时间。我剪片子没得事的话，在那个后头耍，后头上面，觉得好有意思，那个就弄上。自己看嘛，反正就是。这些画面又看不到的，外面。这那些只国外也搞的，国内也看了。我的票好多分钟了，十八分钟了，七点钟，我差不多要走了。昨天晚上我回去晚了，把门都反锁了。哎呦，我娃娃给他反锁了。他以前我那个小车车的时候，嘎，以前我们是个民族嘞，他就只坐，当时他这样坐后排。后面我铺了一个那个毛巾，他躺那儿干，他不。我反正你看他让他外头耍的，我那个脚脏的噻，我就在那边铺个毛巾。他只坐后头，他自己很自然的躺着，他只坐后头。他不得在到处耍，不得看外面。他要看外面，但是他不坐到前排了，那是他的战术。他也不得坐中间，后来他坐了副驾，他也不得到中间来。大哥都不一样，大哥他就看到外面，我晓得，他说是那种大型犬的话，他也不一样，他都可以看到外面。小的他就站起来都一眼看。啊，太牛了！我想给就养了就丢不掉。就是你养了就丢。要负责了的。我们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就养狗，小的时候，狗儿我们到成都来，大以前那个是客车，能带后面那个狗儿遭饿死的，他几天不吃饭就遭饿死了。啊？自己绝食饿死了。嗯。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在部队在吉木那些部队里面去耍，边境上一个 Q 盘噻，那个部队里面只一条狼犬，军犬嘛，军犬只一个人专门饲养员负责。但是我去了之后，他给我耍非常好。走的时候在屁股里面顺脸上，我的影子都看不到在走的。就是我在他一直陪着我，别个都说也咋回事？只有饲养员一个人可以的，不得的了嘛。不得一个嘛。嗯，反正很有狗缘的意思。我以前厂里面说养了一个狼犬。有些狗是不得的，你狗看它叫尿，真的。有那种人。狗就不喜欢了。走啊，几点走啊？就那个。10:40。才30。哦，也有。我们厂里面以前我们自己厂里面请的那个藏狼狗，就是反正是那个我们屁股靠肩膀的，他的负责人噻，上去就要扑给我。他那次就是他练的时候就是单面子，可能伤不到他。那次早上好像突然跑不在了，他估计因为他不打了，他外面很听话，他马路上面，他那一出去就急刹车，他突然去抢的，我都要让他。我们小区下面找到我嘛，他说找的途中我正想抢狼狗噻，我的狼狗我就直接，我以为是我的噻，我直接抢走，我那个他说那个不那个，是你当你这随便抢呢，那我就叫都不叫，就直接把我那个。这组两号就叫这是我们的，好吧？这个不好听。他们那个地方嘛。这边在外面吧？对，他还在，他们还在就。他拍照片，他在前面去拍吧。反正就在旁边嘛。应该是。
排碳我这个账号上面不行。排碳的话就行。因为你还有。因为云集他们的分子类型不一样。看我分子基本上就是那个。哦，这个是期待了，我穿那个衣服。那个来了，哎，多少来的？不知道啊，应该刚刚我们应该刚刚到吧？她男朋友应该在一起。那次老胡在说那个，说那个她男朋友那个一点意思，好像是没看见刚刚去。王晶是吧？不是，就是他朋友不来讲，老胡嘛，他要去给十七办身份证嘛，然后他男朋友瞪了他一眼，朋友，这男朋友啊，这十七的男朋友，哎呀，就在，不是我是说十七男朋友，他在一起了，就是在一起。老婆说的好，他把他蹬了一下，不知道他哪里，就这个。该回去了。该回去了，十点，就这边回去了，10:40，四十。昨天都11:50，他们还不想走。昨天我11多，他们就回去了。我已经跳得好卖力哦！我听到你在我旁边跳的时候，那个喘气的声音。你看我那个汗。你要那么累呀？要不然咋个流？咋个捡到？待会儿嘛。你现在还不了气劲了，你捡起吧。我今儿都没有跳下去，我还不知道跳。那为啥子你？我说你喘气，我觉得我可能是气的气儿。我有点咳嗽的。我还怕有点没。我还想问你，我说你熬的咋了？这个好我母那个大堂的，还有八堂的人嘛，八堂母因为他们重走，他今天没来，就感觉是我们争呀，就搞一个争吧。这个是大堂的，母吗？该母吗？怎么不能三老师？他是学生呢，他是学生的嘛。但是在学校啊，但是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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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比较淘气啊，打过就打过来了。对啊，他精力比较好。但你看他跳舞嘛，以前别人精里面都跳不了，他体力好，他也喜欢开玩笑，过来就跑过来了。他都有个性的太多了。像我们拍视频，为什么？在台湾有个网友，他说每天我看我的视频看6个小时。他说自己怎么精力这么好？他说他建议嘛，他让我做个什么专辑，然后把那个歌曲什么的，那么发给他。他说我这个有点难办，因为我每一首歌上歌的话，他每一个这个歌曲名字都翻译都不一样，就是找不到那个不符合你统一的。那个可能找不到，无论你只有我社区里面有专门在百度网盘有40多首歌曲，我说你下载然后慢慢听一首。我说现在还要整理，群里面有放很多歌曲，我重新整理一下，发了之后你们下载就完了。他喜欢听唱歌，也喜欢看，反正喜欢看跳舞，是男的。很多有些他有些人不是说每天像晚上拍点视频吗？
好像那个就是第二天十二点钟左右或者一点钟左右把它发出来嘛。以前的处理，现在处理速度很快，上传之后四五个小时就可以了。那后面现在就越来越慢了，现在都晚上7、8点钟左右才处理好。今天早上我传的话都是早上才传的，应该今晚上应该10点、11点钟传的。好像我今天放出来都只有360的分辨率，我估计是。现在看不到，这个是没在里面。我应该有，他有可能有。再来了。看一下来，不知道他有地方被封住了，他会头条，他应该是在前面等点击的点，一个点，应该是这些，应该是后面那个，应该是这个。这个不是进的，不是那个，这是我剪的那个视频中间，对，有一个是140分钟那个剪辑，我后面看的。这个相当于保留一道，真的，这个道有真正的，像这种我们看的啊，这样的道一点，它反而其实这个字形就太短，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就是短短的，短的，就是一般的那种，发了一下，看了一下，就觉得流量这么样，不行，就再加点赞。所以说你这种短太长了，就是。几个小时，前几个小时，上面几个小时，这个你就有点偏，存在一种成就感了，对对。然后自己看一看，就是有些人他喜欢看长视频。我现在我之前最长的是11个小时吧，然后昨天我现在正在传的那个已经处理好，现在看只能看360的是17个小时，前两天做了17个小时，我把之前的那个全部装在一起的。装了应该装了几天了，一天两接近3个小时吧，装了应该4、5天了嘛，就是17个小时吧。然后我把其他的资料再装个20多个小时再传到网上去，就基本上就不用就这样当硬盘了，自己看嘛。然后全部转成那个 HDR 格式1080，如果用 4K 的话，那个早就超了，它最高只能传256G一次。但那个我就压成那个1080HDR 的这种，就是如果一般的，你说这个10个小时，一般的1080也就是几十G嘛。但是如果 HDR 的话，可能上100G，但是效果好一些，我就宁愿就用 HDR。我也有朋友，就像苹果看效果。我也有朋友专门那个拍玻璃跟拍的，拍就跟你们就像不一样的。他拍的全拍，把它录下来，全最好的。开始到结束，对，那这种的话是甲方有点不愿意嘛，甲方的话是对的，对，但是他们前面才能我拍得出来，两个出来了，一个是我自己相信，对，他拿的是那种，别人家那边摄像机的，然后对摄像机，准备把后面的几天的那种能够搞成24小时那种，哎呦，它全部是就放24小时吧，反正是11个小时、17个小时，
都已经集中了，反正就找个人，因为网上有那种他们的画面都比较，比如说就是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钢琴那种，就一下子一个画面就24小时，并且那种就是伴你学习的嘛，就是你上班，比如说你上班或者是听音乐啊那种，反而有些音乐屏幕，比如它屏幕不能吸掉那种，它是屏幕不能吸，然后你把那个打开就一直听，然后就一直放。那它有些需求，有些雨声啊，有些打雷这个声音啊，然后就是氛围音乐都有。反正你要做那种新型，在国内做的，应该在日本有个留学的做的好，他做的全是那种在东京的咖啡店里面，然后街道就是东京的那种场景，然后放个笔记本，一杯咖啡，然后就一直在那做，然后配那个音乐嘛，就是然后一个音乐有可能这个画面有可能就一直重复的放嘛，放个几十个小时，然后可以开那个直播，就是租个服务器，然后你把那个文件传到服务器上面，然后你开 VPS， 就是连到服务器，然后你这个连到油管上面有个直播频道，24小时直播，不停的循环，可以给你增加流量的那种。但是说有些测试下来效果不怎么好，你也觉得很好，这要看情况。主要是这个布局太大了，这个东西。对，有些他要租很多服务器，比如我看有些频道，他的视频只有40-50个左右，但是他直播同时直播20-30个，但是每一个频道直播都是超过上万的，都是长期的。他那个他的服务器要能够承受那个带宽嘛，才行。他租很多服务器，每一个服务器放一个视频那种，不然的话人太多了，他承受不了。对。他带宽的费用太贵了。效率是哪个？你是你先吧。嗯，对。但是效率变化多少？是搞这个。哦，这个是吗？我现在全部都搞这个。我早上7点多遛狗狗嘛，然后回去就9点10点多，有2个多小时吧。买杯咖啡在那玩，然后回去吃早饭，然后就剪一下视频。下午4-5点钟，然后做饭嘛，热饭那些，因为老婆走之前都把菜都炒好了，炒好了之后回去热一下，然后孩子放学回家之后，我把饭也热吃了之后，然后就拿了这个过来拍了，7点多就到这儿嘛，7点半左右，拍了之后晚上回11点钟嘛，11点钟回去把那个片子把那个搞出来。搞出来剪辑一下，然后发两点钟左右3点钟搞完嘛，就压缩压出来，然后传网上，运气好了早上应该早上8点钟应该就传完了，就开始处理，系统处理的话一般在下午的5-6点钟就处理完毕，那个就可以看1080和 4K 的，它语言现在比较慢嘛，它现在的晚上就7-8点吧，9点10，不知道今天我不知道，今天有可能分辨率还没有搞好，因为剪片子太耽搁时间了，一天你剪的话有可能就几个片段嘛，那个1:10:50，对，我是自由的，对，我之前我是在，我是跑了一个滴滴豪华车，跑一个车子。因为我在以前在沃尔沃上班嘛，买的车都买了沃尔沃的。本来，我本来想买奔驰E的，我错过了吧？那个车比较保值，因为它的车型嘛，你跑那个车需要单独的车友，它 BBA 那种就奔驰宝马奥迪嘛。因为我是沃尔沃嘛，后面我就没跑了，因为疫情的问题我就没跑了，自己没跑了。本来就没生意啊，以前生意好的时候，一天至少都是1200-1300嘛，那没跑了，休息一点。那个车位也不卖了，因为我办了证了，卖不掉，卖是卖掉，价格太低了。我买了就要50多万了，现在你可能卖只卖应该只买到10多万左右，那也不可能卖了。我老婆车子也是沃尔沃，但是都不愿意。他那个时候说叫他卖了车买个电动车，他也不愿意买，因为没问题，开了什么问题都没有。他那个车是2013年就买了，2013年，我那个车是2015年，
一五年好像就是没什么问题，就去开吧。聊天有那个在路上英语比较多，英语对英语比较多，全国地的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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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被动收入，全是自己的。以前挣的钱就慢慢花了，慢慢的。我们看了很。你那个，出来我老婆也没上班，都在玩。其实现在相当于她愿意去上班，她现在帮她朋友。因为我们现在不敢投资那些，我们家里面选疫情的吧，我自己开火锅店，七八十万投进去，这边就水都没泡，冒都没冒一个泡，就亏了，好多都是。你投资什么亏什么。现在跑网约车太多了，以前我们跑网约车只有几十个人，只有因为以前我们叫行政，行政就是起步价五块钱，哦不止，每公里五块钱，起步价后面变成豪华车嘛，豪华车最低消费是60-88，最低消费88，也就上来的话最多最低最基本上88块钱，跑一下就是100多块钱，像过年过节的嘛生意好，一天1-2千块钱很轻松。现在后面太多了，因为失业太多了，这个加入这个，以前我们只几十万，我们现在是起码30-40万，现在应该有更多，因为好多都跑网约车，因为你现在经济不好了嘛，然后你做豪华车的，没什么人做豪华车，都去做那个便宜的经济型的那种快车那些，或者专车。那我觉得没必要去跑了，竞争太激烈了。那你跑的话，像坐在车子里面，对身体也不好。在美国跑一个可以，但你只要舍得投入，就只要你舍得熬时间，在美国赚钱是可以。在美国跑优步的可以，我以前就跑优步的，后边在公司里面。我在美国冬天出去。对，他给我说了。对。我在想，我要回去了，因为昨天晚上门都被反锁了，今天昨天回去，我有可能回去，11点了。